今天是周日的晚上了，然后我约了小兵一起吃晚饭，然后今天呢我们会去吃一个四川料理，吃完之后呢明天就开始魔鬼训练了。点虾，吃虾，吃鸡，哦，好好辣！我点了这个。在吃正餐之前，先吃一个爆竹，小贝带过来的。口水鸡吗？口水鸡。凉粉，这是凉粉吧？冰粉，冰粉。哇，酸菜鱼，这是什么虾？辣椒炒虾。这是个糕点，很酥很脆。哇，这是我爱的花螺，花螺。吃，弹弹。打包吧，打包给基地的人吃，让他们尝一尝这些美味。看吧，果然花螺是我的最爱，我的盘子里全是花螺壳，所剩无几。啊，其实这个酸菜鱼也快没了，只是汤很多。啊，这有一大盆辣椒，对，这里面全是一大盆辣椒，是不能吃的。啊，你看，然后哎，还有这个饭后甜点，等一下吃。